我是刚刚列车上那109年5月1号，台北间淡水新线40站，16:51出发，这是开往淡水的钢筋系统钢轮钢轨式捷运列车。开启车门。来往淡水的钢筋系统钢轮钢轨式捷运列车，开启车门。关闭车门。107次开往淡水的钢压系统钢轮钢轨式捷运列车，在40站时有，谢谢各位观看，牛郎，拜拜。